大家好，我是 Patrick， 今天又在新北市政府的广场前面开场，因为今天我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我要带一位从日本来的朋友体验一下板桥晚上的美食跟特色。虽然板桥已经拍了好几集了，就有一点江郎才尽，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这个晚上可以给这位日本朋友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那我们现在就欢迎这位日本来的朋友，欢迎进场。好的，进场大家都知道。那今天呢，我就会带进赏在板桥逛逛，然后吃一些板桥在地的美食。话不多说 ，Let's go，Let's go，Let's go。进赏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Taiwan？ 哦 ，Three。This time five。So what's your favorite in Taiwan？ 台湾5回も来てるけど、台湾で一番好きなことは何ですか？好きなものは何ですか？台湾で一番好きなこと、台湾の友達に会えることがすごく楽しみで毎回来てます。How about food？ ルルファン。卤肉饭，卤肉饭，卤肉饭，卤肉饭啊，拉面 in 台湾，拉面台湾，拉面哇啊，食べたことないです台湾で，没有红包，没有 ，OMG， later I will bring you to eat famous 拉面店 in 台湾 ，but I never had before， so we can eat you know together to try， OK， 行くぞ，现场你会跟观众介绍一下你是日本哪里人？出身は、東京です。那你第一次来台湾是什么时候啊？去年の12月の末ですね。那你记得你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对你来说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吗？本当に正直な一番最初の感想は、すごいバイクが多いな。人がみんなやっぱ優しい。待会我们要去吃拉面，你自己平常是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拉面？塩味です。豚骨那些嘞，或是鸡白汤那种的，是还好。全然食べたことがないですね。怎么会？吃过豚骨，吃过鸡白汤，还在日本。对啊，但你在日本都吃什么啊？基本的に白米と魚か肉。而且我原本以为他要说台湾最印象深刻是因为什么？リクさんはすごく印象に残ってますね。印象很深刻。硬要，硬要，是真的，哇，是真的。第一间我要带进赏吃的拉面是在板桥的山岚拉面，就是我们现在正上方这一间。这间拉面是从北海道札幌来的，是以豚骨拉面为知名。我们现在就带进赏去吃看看吧。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いただきます。哦。我选的面是属于正常的面体，不过它视觉上看起来有点像是台湾的油面，跟之前跟室友去吃的是有类似的感觉。嗯，怎样？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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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它的肉超级无敌肥的，哇 ，my my， 好吃的日文叫什么？美味しい。如果你们喜欢吃很肥腻的那一种。可以点它的豚骨，看那个油花非常的丰富。这是你喜欢吃的口味吗？これ大好きです。味噌が大好きです。我喜欢味噌。那这个跟日本吃到的味噌有什么差别吗？日本で食べる味噌よりさっぱりしてる。でも美味しいです。然后它这个豚骨的汤头是非常鲜甜的那一种，虽然豚骨还是有一点油腻感，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豚骨的精华。如果它没有油的话，可能吃起来就没有像这个味道这么的好吃。我来喝看进赏的味噌。它的那个味噌真的蛮咸的，你要不要喝喝看？我的。啊，全然違う，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带进赏来到板桥一定要来的小潘蛋糕。小潘蛋糕著名的就是凤梨酥嘛。你吃过吗？没有，没有吃过。对啊。那你知道？啊，知ってます。你知道，我知道。啊 ，OK OK， 好 ，Go。要帮你拿吗？我替我拿。好，谢谢。那虽然进赏已经吃过了，但是我就是一样现场再让他再吃看看。他吃过了，他吃过了啊，等不住了。那你吃看看。Thank you。好吃，好吃。你觉得它哪里好吃？外側がサクサクしてるのに、
中がふわふわしてるのが食感が楽しめて美味しいです。はい。啊，身为在地的板桥人，还是要带日本人来板桥夜市逛逛，毕竟这边集了所有的台湾的食物。而且我刚刚听他有一些食物是没有吃过的，所以我也想看看他吃那些他没有吃过的食物是怎么样的感受。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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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很明显就是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走吧，晋赏，这是你第一次逛夜市吗？三回目くらい。那你之前逛了什么夜市？釣り夜市。那你有喜欢夜市吗？ナイトマーケット好きです。日本にないので。我看到第一间我想带他吃的就是柯子之家，我想要带他吃吃看干鹅，他们干鹅也很有名，那我们就排队吧 ，Go Go。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这干鹅真的超级无敌大的，你们看到吗？超大，人非常的多。他们外面裹那层粉其实没有很厚，因为我个人大家也都知道，我不是很喜欢吃裹粉裹很厚的鹅啊。他们家的话就是比较薄，所以可以直接吃到那个鹅啊的味道。すごい。すごい。もちもちしてます。你在日本有吃过这样的鹅啊吗？僕は日本で食べたことないですね。片栗粉がついてるんですか？一般都会裹太白粉，有些是裹地瓜粉。さつまいものでんぷん。なんか日本の料理であまり使ってるの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ですね。片栗粉にまぶつけて、そうです、揚げます。现在俊朗试试看迪克点的鹅啊煎。好吃。你说真的啦，没有关系，不要客套。呀，本当に美味しい、本当に美味しいです。我信你。来到夜市，不免俗要买点饮料，那我就来找一下我想要喝的木瓜牛奶。你想要吃木瓜牛奶还是洛梨牛奶？我喜欢帕帕亚。帕帕亚 ，OK， 好。いただきます。はい。お、ハフハフハフ、すごく。さっぱりしてて美味しいです。はい。谢谢迪克帮我们长进，我们现在就很像国际巨星，坐在一个板桥的夜市。我看到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了。来，因为一般的逛夜市就很无聊啦，那我就打算跟晋赏来玩一下这个射气球的游戏。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道具做惩罚，待会就比谁射的气球多，输的人呢就要被打小手心。来，我的小手心出来一下。对，这是我今天准备的一个小惩罚啦。晋赏，你有玩过这个吗？没有。比赛规则就是看谁射的气球多，输的话，赢的人就可以拿这个小手打任何他想要打的地方，然后打非常的大力。我没有在客气的，我都是认真的在玩的。OK 的 ，OK 的是，来吧。我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你妈，这你干嘛脏话？对。OK，four，four，four，OK，four。都输。OK。七。七。不要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了吗？他会赢你的。哇！一个。我们没有玩什么游戏吧，我们走吧，下一个地方。好，那愿赌服输，来吧，你可以挑看你想打我哪里这样子。我这里，我这里。好丢脸啊！行きます。行きます。没事的，你是不是没打到？他没有打到，他打过。好，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行きます。金牛座。啊！哈哈哈！认真打哎！我不要跟你做朋友了，我操了，生气。好，谢谢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晋赏，你有没有吃过花生卷冰淇淋？没有。那我们吃看看好不好 ？OK， it's OK。OK 吗？我现在还在那个等他，因为他刚打很大力。普通食べれますか？普通ちょっと苦手。他不吃香菜。他不要吃香菜。你是不爱吃香菜是不是？你有吃过香菜吗？不喜欢。不喜欢。现在。香菜。就是觉得讲说没有香菜很羞耻。就他少了他那个灵魂，知道吗？他吃很大口，他不会冰死吗？
Hey, it's okay. 美味しいですね。初めて食べる。これ、アイスクリーム。アイスクリーム。喜欢吗？黑黄黑黄。好，过关，但它没有香菜，我不开心。那我吃。好。Which flavor you want? Yeah, chocolate, peanut butter. 哦、oh. ，いただきます。要特别的感谢新吃这个，因为太不喜欢，很少味别。嗯。如何？喜欢吗？喜欢喜欢喜欢。甘い。Sweet, it's a sweet, sweet, sweet potato. Sweet potato, sweet potato. 好，谢谢。我还有一间店想要带俊赏去，那我们就走吧。既然来到南雅夜市，怎么可以不吃我的爱店眼镜仔猪血汤呢？一个说 ，Let's go。俊赏，这个是台湾道地的猪血汤，然后它是加猪肠，然后韭菜这样子。这个在日本应该也没有。啊，初めて見ました。いただきます。はい。熱っ熱っそう。看起来就很烫的感觉。太烫了啦！太烫了！太烫了！温习温习，这是猪血啊。七。诶。豆腐食べてる。啊，像豆腐的感觉。对。哦。体にいいんですかこれは？也没有好不好吧，就是一个食物。哦。嗯。俊赏现在应该吃差不多饱了吧？我那个一杯呢，这件事啊。好的，那这次影片的最后呢，我要带俊赏到在南雅夜市附近有一间评价非常高，在Google上有4.9颗星的一间餐酒馆，叫做认真餐酒馆，就是我们现在上面这间。那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来过，所以我们就进去看看吧。一个走，走走。他今天带成功人到板桥，不知道他今天晚上这样走下来觉得怎么样呢？今日初めてこんなに一日で台湾っぽいことをしたので、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说到他来台湾这次的目的，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次的写真？8月に発売された写真集のプロモーションをしに今回台湾に訪れました。哦，已经开始卖了。はい、発売してます。那之后。台湾或日本的实体店面有没有办法买到你的写真书呢？はい、ネットでも買えますし、本屋さんにも並んでいます。另外，我想问一下，这次写真的尺度大概到哪里？因为大家应该最在意就是写真的尺度。ここ数年で鍛え上げた肉体を絞り上げて写真集を撮ったんですけど、本当に健全な肉体美を写真に撮ってもらったので、本当に。誰が見てもセクシーだなと思うような作品に仕上がっております。那我可以问一下，他这个写真书里面除了展现他的体态以外，还有没有加入其他的元素，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惊喜的部分？撮った場所は海辺の本当大自然な中でだったりとか、レトロなハンバーガー屋さんショップだったりとか、普段日常ではあまりないような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の場所で撮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是在台湾。拍的吗？台湾で撮ったものです。全部都在台湾拍的。全て台湾で撮りました。那这个是拍了几天呢？2日間で撮りました。那俊赏，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跟观众说的。これは僕はここ最近7月1日に実はジムを新しくオープンしまして、なぜそのジムをオープンしたかというと、前の職業を辞めるときにすごく自分の幸せって何なんだろうということに。すごく考えていた時期があって、やっぱりこう人生を生きていく上で幸せっていうのは体の健康だけじゃなくて心の健康も大事なんだなっていうことに僕自身気づいて、一時期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僕も心が病んでる時期があったので、そういう体だけじゃなく心の健康も一緒に作っていけるような場所を作りたいなと思って今のパーソナルジムを開きました。これからも頑張っていきますので、皆さん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很开心俊赏这次可以来到我的这个节目，跟大家宣传他的这个写真，以及他对于他现在的这个定位。那如果大家去日本的话，可以到他的健身房找他做训练，或者是可以直接购买他的写真集支持他一下。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拜拜。